2024年高考刚刚结束是吧？各位考生可以把对这次考试的看法表露一下。我只能说太他妈狗了。自2024年年初更新纯超炸以后，已经有半年没有更新该系列了，所以这一期给大家带来一套纯狗加11蝙蝠。首先在配兵上，10条狗加11个蝙蝠。在装备上呢，只选择了手套这个史诗装备，毕竟全史诗装备整活也看起来没有意思。这期素材也是打了100多场吧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投币支持。